看起来其实南投才是真的右脑。现在我要送他们的小礼物哈，这个小礼物呢是神力女超人的鞭子，希望你呢能够继续鞭策我的局处室，让我的局处室能够拴紧你的手。那个拴紧，大家看一下。在这四个多月以来，我们跟县府的主管这有磨合出了一些的默契。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自我鞭策，所以我会把这个鞭子先拿来自我鞭策哦。那感谢议员呢，今天也提出了很多全方位的这个指导。那我们县政府呢，也会极力的去做哦。那。